我想现在看看这个形势啊，因为传染病它是个全球的问题，它不光是中国的问题，所以全球的话要不解决，中国的问题的话不可能彻底解决，武汉的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。只要国外存在着传染源，中国随时受到威胁。所以这里头我们首先的话呢，现在面临一个形势呢，就是外防输入的问题，是吧？现在外输入的病例已经成了我们的主要的病例了。